白度母，灯坏了，对，没灯。 我们两个人在这里。
么一种结束？七七六七七七六，不是很贱，是自己八十多，不是贱，就是八十多，不是啊，比较热。是啊，这天气热。你可以啊，去买树。因为给你买红精灵。以前是中国人过来的，那些法国开开的。请求师尊加持网络上的信众。好，给大家加持。谢师尊。